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们要吃午餐了啊，这个是水煎包啊，牛肉大葱馅的水煎包，怎么样？多棒！上面又撒了这个葱和这个黑芝麻啊，旁边是啤酒啊，西班牙语应该叫 Cerveza。这个是鳕鱼千岛酱啊，我们吃个鳕鱼千岛酱。这个是水煮毛豆啊，上面泼了一勺热油，再撒点这个蒜末和这个辣椒末啊，绝对棒。这个是蛋糕卷啊，多好看，蛋糕卷。这个是西班牙本地的一种蟹足棒的沙拉啊，这特别好吃啊，色香味形俱佳啊，美好的生活。老百姓的日子啊，就这么过。朋友们，也祝您都有好身体、好心情、好胃口。谢谢，再见。